早上的7:33分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恭喜各位啊！我们本周的做一个本周的开奖报告。本周开三次，我们已经中了三次。本周开三次中三次，本周啊，全车中三次，全车中三次。第二组牌我们本周中一次，第三组牌本周中两次啊，三支我们中两星啊，三星还没有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个本月份的整个统计报告到25号。第一个本月份做统计啊，本月份的统计就是啊，全车总共中了十次，第一周两次，三次，两次，现在中三次，就是10次啊，总共全车中了10次。另外呢，那么三星中了两次，两星中了无数次，实在没办法统计啊。但是两星要记住哦，两只碰一只，碰一碰，我们总共中了6次，6次就是3万块钱，640，然后乘以3，3000多块钱。